惊讶，有点外卖，你要吃什么？嗯，不了，我最近呢在做这个间歇性的断食，现在还没到吃东西的时间呢。哦，那你是如何进行的？饮食方面你吃的正确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正确吧。应该？我这样不确定哦。还是待会呢我们请营养师来告诉我们吧。